I am Polygroid and you are learning at Impolygroid Channel. Enjoy and have a great time. 之前情回顾。你要跟我玩吗？不，你还记得我吧？我是克里斯多福·普拉瓦。你在找你们的书，你和你朋友的书在修订室里。我知道修订室在哪里。昆汀的结局，他会死。每一本书的结局不都是这样吗？他下个星期就会死了。你的生命之河，我一直很荣幸地为你保管着。他早就注定了你会离开王国，并再次回到这里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忙，萧莎娜。我必须追随新的神明。毒室的喷泉有各一堆书的雕像，所以只要我们找对了喷泉，我们就能直接进去。你从神明那里夺回你的东西时，可不可以把艾略特还给我？你跟艾略特是朋友，很好的朋友。你应该知道你的朋友艾略特已经死了。我感受到了他灵魂死去的那瞬间，或者他被困在里面了。被迫看着怪物所做的一切，等着我们想办法救他。有人吗？无忧小屋的居民都必须知道一件事：厕所在哪里吗？怎么调制出？怎么调制出我们特制的鸡尾酒？怎么调制出我们特制的鸡尾酒？这就是我原本要说的。现在你可以自己调制一杯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去开门？不用了，你在这里啊。我来了。抱歉，我上楼打断了一场狂欢派对。你让他们离开了吗？不，我告诉他们隔壁还有更大的房间。我不会轻易说出这样的话，但我认为这或许是我们办过最棒的派对，这是我发自内心说的。我同意。我去开门。别去。让这么急迫的人进来就不好玩了。夏天最让你喜欢的是什么？没有。你不喜欢夏天吗？不。我喜欢夏天什么都没有。不必上课，不必见人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美好。不是吧？调一杯酒给我吧。好吧。对了，我是艾略特。我也叫艾略特，不是吧？你中间的名字是什么？托德。我是不是应该去开门？有人大力敲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应门。什么都没有的美好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男人。别应门，那样我们就必须应酬他们了。拜托，我只是想看看敲门的是谁。不，你不能进来。对不起，那是你的问题。马哥，马哥。艾略特，里面。什么？先生，我们必须进去里面。好，好，不。我们认识你吗？他们要来了。拜托你让我进去。我不会伤害他的。我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。我不担心你会伤害他，但你也说的没错。快走。你还很难过吗？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还很难过。是因为你的朋友吗？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吧。我也是你的朋友。他已经死了，但我还在。你的朋友没有减少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希望你能帮上忙，昆汀。这是很古老的东西，可能在文明开始时就存在了。在哪里？最古老的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。这很有帮助，谢谢。我们之后回公寓见吧。魔法师，好宽阔啊！我家甚至没有这里的一半大。那是外面那个是
抱歉，我有点词穷了，一般上不会这样的。你肯定很疑惑吧？坐吧，坐吧。好消息是，你被一只怪物附体了，它就住在你体内。什么？它一般上会将人撕碎，所以现在这样算很好了。它附在你身上时，把你的意识困在这个装满记忆的脑海深处了。这里的一切都是记忆，即便你的这位朋友也是。好了，帮帮忙，想象一下他并不在这里。干，告诉我，我总是在思考，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干是什么？这是个拥有多重意思的词。等等，你是谁？我是查尔顿。不，就算我失去了很多记忆，也不可能忘记一个叫查尔顿的人。谢谢，不是在称赞你。我不是你的记忆，我也曾经被这个怪物附体，我在我的记忆里待了。很难说，好吧，我肯定我开枪打中过你，或者至少打中过你的身体。抱歉，没关系，怪物控制我身体的时间比我长，而且能够看到不同的画面，我也挺开心的。这才是真正的乐园啊。你快乐的回忆都在这里，真的很容易让人满足，并忘记时间的流逝，现实的时间。所以你是来解救我的吗？穿着普通盔甲的勇士，别傻了，我们要留在这里。不，我要夺回我的身体。不不，这里是那怪物唯一进不来的地方。好吧，外面那群可怕乱叫的东西是什么？怪物的其他宿主同样被困在城堡里，神创造出的劣质品全都是。但既然这都是我的记忆，他们伤害不了我的，对吧？你可以问问奥拉骑士，你来之前待在这里的是他，我可以问问他。你不能因为他已经死了，干死了，用法不太对。我跟他说过了，在这里死掉就会永远消失，但他就是坚持要找到他的门。你想象得到他后来怎么样了吗？被怪物吞噬了，被扒皮拆骨地吃掉，看着自己的脸死去的，很糟糕。是啊，你说的门是什么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怎么，庆祝一下也不行吗？我们安全逃离图书馆了，你的朋友也安全了，布昆汀还没安全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一直这样愁眉苦脸吗？救他，提醒他我不知道，我没必要告诉你。你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天啊，不想。为了你好，我们可以在那本书上施下另一个咒语。我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，我在昆汀的书上看到他在哪里了。他只剩几天的时间，所以你只相信一本书不相信别的书吗？真好笑。只有一个方法能让我纠正一切，赎罪。我给你一个忠告吧，你挺需要的。你可以为自己做过的事道歉，但没必要为了自己是怎样的人道歉。你没办法改变自己，何必强求呢？快到了是不是？再走过几个喷泉就到了。我只需要一瞬间来告诉我朋友我还活着，帮帮我，否则我就要把你赶出乐园了。我说到做到，懂吗？某个地方有一扇门，深藏在被遗忘的记忆里。被遗忘的记忆里，我的是通往儿时卧室那扇门，但那不是记忆的一部分，就是会出现。什么记忆？
你是怎么去到那儿的查尔顿？你可以去到记忆中的任何一处，只要想象那个地方，然后走出去就可以了。但你要找的那个记忆非常难寻，藏得很好，就连你也找不到。它藏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因为那是你不想想起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可怕。所以是我最想忘记最痛苦的记忆。这挺有意思的。走吧，查尔顿。是时候到回忆的小径上走走了。等等，等等。为什么我要跟着去？你必须跟过来。你确定是这个吗？你不相信这本书吗？不是指示。我们看过被锁起来的喷泉。拿着。我会把这个一并抛下去。要是你改变了主意，可以爬回上来。很好。爱丽丝，看来我们该道别了。希望你去的地方是你该去的地方。你也是。好，那我走了。23可以送我去个地方吗？我不是你的私人优步司机。我吃完这些应该是鸡生下的蛋后，就要回到地球了。很快的，我只需要去找回我的生命之河。我想要在公布艾略特的事之前把盒子取回来，因为那会耗很长时间。我在帮茱莉亚找回神的力量。你真的要为了讨好爱慕对象而拒绝我的要求吗？只有我可以进行那个仪式。是你把那个混蛋带回来的。我把乔西带来是因为他会做饭，而且我们相处得很好。茱莉亚和我也相处得很好啊。好吗？好，那你送不送我过去？谢谢你的早餐。马哥陛下，你回来了啊。艾略特呢？嘿，茱莉亚，你准备好接受治疗了吗？怎么了，肖莎娜？我们已经进行了。好吧，那他们怎么说？还不能下定论。我们正在寻找最适合的仪式。但我现在是他的追随者，所以让我来进行就可以了。好吧，那我就。你知道任何能让神明重获力量的方法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就不需要你了。好吧。那我自动消失吧。要是你需要我送你到哪儿或别的，就联络我。谢谢佩妮。该死的，我忘记问你，你身上有什么防护网或掩护咒吗？那可能会造成干扰。有一个很强大的防护咒。那个邪恶的婊子艾琳麦丽史泰尔在追杀我。你不能解开我的防护咒，我需要这个咒语。糟了，我已经解开了。给我30秒，我会保护你的，茱莉亚。看看这个婊子爱丽丝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个让你们离开了城堡的怪物在追杀我和我的朋友。我们明明是神明，却在东躲西藏的，真丢脸。你必须帮我们抓住他。我会帮你的，只要你告诉我我是什么。我不是人也不是神，无论是人或神，你都是最糟糕的那个。像人类一样无助，像神一样无敌。你爱的每一个人都会死，而你就会永远一个人被困在这块石头里。没人能杀了你，除了对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。听着，这是一块活石，它的血可以防止怪物漫游。黑顶堡是用几千块这样的石头建起来的，所以那里是最好的牢笼，除非有人打开了那扇门。但石头的血可以拖住它几分钟，你只需要让石头流血，将那些血洒向它。我会带他去城堡的。
你真的需要我吗？你只是来说废话的吧？神明不能碰到那些雪，我们的力量会被削弱。这对你来说没问题，我会看着你的。只要你向他撒了雪，其他的就交给我吧。拜托别像平常那样把事情给搞砸了。好了，你的防护咒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鼻屎吗？怎么说呢？没我想象中那么糟。毕竟这是我成为寡妇后第一次哭。是啊，只哭了短短两小时。你哭了多久？就是你发现艾略特。他。我有点忙。你看起来没事了，所以我要走了。等等，马哥。马哥。马哥陛下，你回来了。马上要离开了。在你离开之前，能不能去见见树懒大人阿比盖尔？他有点反常，见到你他可能会精神一点。他怎么了？他一直不说话。他已经一整天没跟我说过话了。雷夫过来。好了，你们有对方陪着就好了。我要去找我的生命之河了。我不是想扫兴，但给石头抽血这句话并不是毫无道理的。我知道他没心情解释太多。是啊，他忙着威胁你。萧莎娜对他有所保留，但我们别无选择。所以什么保留？萧莎娜说爱丽丝。爱丽丝不可信好吗？那婊子很可疑，巴克斯很讨厌她。为什么？他要帮他戒酒吗？不，他不肯说。无论什么事他都会告诉我的。听我说，重点是很久以前爱丽丝怂恿过他做一些事情。既然他不肯说是什么事，那肯定是非常恐怖的事。听我说，我们别无选择。爱丽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如果你能帮我们，我在帮你们。不笑莎娜，你在妨碍我们。不，他说的对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 Q， 如果我们成功了，艾略特就会永远被锁在黑顶堡里。艾略特已经死了，那个怪物会回来这里，所以我们在他回来之前想出办法吧。嗨嗨，你叫佩妮对吧？我认识你吗？就是这里了，查尔顿。我最大的阴影，有人在你身上盖了床单，然后把你那奇怪的床推走了。那是罗根·金尼尔，死得很惨。那是我。我第一次使用魔法就是在利用学校巴士杀了罗根的时候。那样很干啊。还是用的不太对，这是个副词。无论如何，他是名恶霸。他是我一生中遇过最讨厌的人。我也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因为他而想自杀了。但是在我这么做之后，我就成了自己一生中遇过最讨厌的人。这非常疗愈啊。但我没到看任何门啊。有什么痛苦的事是你特别想逃避的？你看看我，我当时真的非常痛苦。在我看来没那么糟，至少你有朋友安抚你。那是我唯一的儿时玩伴泰勒，大家都只会嘲笑我欺负我，但泰勒不会，永远不会。该死的，我可能知道我们应该去哪儿了。婊子，大力点，踢大力点。怎么？你喜欢亲男生吗？变态，踢他怪胎，娘娘腔，踢他踢他，踢他。好了，够了，他已经明白了。走吧，快走，出去，快走。嘿，艾略特，够了。天啊，起来，泰勒，该走了。讨厌自己是一回事，但是伤害别人
你有看到门吗？没有。回到乐园去吧，嘿，嘿。你必须到前台领取访客通行证。天啊，成功了。好消息，天啊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看书。有时候你真的很无聊。看看我的新发现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照你说的去了美索不达米亚。我没叫你。跟我记得的不一样。而且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因为太生气了，所以我差点打破了这东西。但我捡起来把力量都灌注进去的时候，就变成这样了。上面写了什么？我们可以查查这些符号。真的吗？怎么查？查书啊，查书。这里有个图书馆。图书馆。或者我们可以进行实地考察。实地考察，去布雷克比尔斯。我们可以去布雷克比尔斯进行实地考察，那里有一间很大的图书馆。实地考察，非常多书。布雷克比尔斯，他妈的，你在做什么？最后的怀念。寡妇躺在铺满亡夫衣物的婚床上。我很担心你没有出席露胸哀悼会。我裹好自己的胸部也能进行哀悼的。我们能不能找个锁匠过来？大家都离开了。所有工人都离开了吗？除了正在建纪念圣坛的木匠。嗨，昆汀，我有事要告诉你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不可以。好吧。我之前在图书馆，谁都知道啊。别混蛋了，他们把我锁起来了好吗？然后我逃走了，改写了我们书本里的结局，让他们找不到我们。我看了你的书，并且看到了结局。Piu， 你两天后就会死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再挤出活石的血对吧？为了杀死怪物，你花了整整两天挤出血来。当你终于有足够的血洒向他时，他杀了你。我不是来恐吓你的，我只是想叫你放弃这个计划，赶快逃跑。要是我们不抓住那怪物，爱丽丝就会杀了茱莉亚。谢谢你的忠告，但我不会抛下他的。这是你的人生 Q。也许我能改写命运呢。书上说我会花两天来挤血，也许在那之前我就完成了呢。改变了书本的内容就会出现涟漪效应，也许这能成功。我没办法加快速度。如果你想帮助我，讨厌书本。我们回到公寓去吧。不可以，对不起，我们必须在这里找答案。找到了，你找到了，没错，不，不，是吗？我很混乱，到底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找到了资料，但不是我们要找的资料，完全不对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讨厌书本。好了，就是这一段，但我们必须拖延时间。我只是想帮忙。我知道你回公寓帮 Q 吧，让我留下吧，我会拖延时间的，我会闭嘴的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。他已经杀了巴克斯，我不能再让神明死于他手中。好吧，别阻碍我们，懂吗？知道了，我的女神，我知道了。太多了，要是再缩小范围，线索就更少了。那扇门可能在其中一个记忆里，但里面也会有怪兽等着要杀我们。我们还是留在这里最好。不，我必须让我朋友知道我还在这里。我们必须回去。随你高兴吧，杰克·谢泼德。是迷失里的人物吗？我在圣诞节之后的一个星期看完了。我在那段回忆里待了一点时间。
你觉得那结局怎么样？别扯开话题，查尔顿，我们要怎么去完这些地方并活着回来？那个穿短裤的男人挺有用的，不是吗？那就是我们需要的，更多穿短裤的男人。对，比那更好。查尔顿，这是我的朋友昆汀，我说服他打佩妮的时候认识的。芬，随时准备好替我对付敌人的人。还有马哥，沃尔特斯队长，无论天堂或人间都找不到比他们更恐怖的战斗力了。这一切结束之后，你这狗娘养的就准备受死吧。好好，稍后面对那些怪兽的时候再骂吧。我要去这些地方找个能让我夺回自己身体的门，被我藏在脑海中黑暗一角的记忆。我们总没办法在了解自己的同时对自己感到满意。先从丢脸的小事开始吧。我一生中剪过最丑的发型，对不起，他有点害羞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这种事从未发生过。既然不是，那就去看更黑暗的记忆吧。好了，走吧。欢迎来到无忧小屋，培养出一群酒鬼。我跟别人的男朋友上过床，跟别人的男朋友上床。贾维尔·昆汀、布雷特·斯宾塞、艾伦·阿图诺，无意中背叛了我朋友。左边，左边，故意的也有。把马哥关起来，守卫。不，艾略特，把他关起来。不，艾略特，该死的，还是没找到那扇门。我对这些回忆还蛮有信心的。准备好了，各位，接下来是很严重的事情了。他们来了，快跑！你惹怒过制刀工匠的女儿吗？来啊，交给我。你的脸看起来像阴囊一样，快走！不，你这毫无价值的东西，拿毛巾来。严重吗？别看，干。你说对了。是啊，这样应该可以了，只要让它流干就好了，应该只需要一两分钟。你可以走了。茱莉亚离开布雷克·比尔斯的防护网时，他会联络我，我会去公园跟他会合的。我们今天就会抓住那怪物，不需要等两天了，所以不必担心，我的命运已经改写了。让我陪着你吧，以防书中记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。我要杀了我的朋友啊！我杀的是那只怪物，我知道，但它长着我朋友的脸。我现在没时间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不是在要求你这么做。一只狗跑了过来，想要跟昆汀玩。狗的主人跟了过来，跟他说话，让他分心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怪物看到了昆汀和他手上拿着的血。就在一念之间，他杀了昆汀。昆汀·科德沃特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我不是来跟你和好的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只是想弥补我造成的这些祸事，救我一命可弥补不了多少。我把克里斯多福·普拉瓦送去毒之世界了，那样应该能为我加点分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原本应该送他去一个和平的世界的，但我担心他会对小孩下手，而且他不配得到平静。天啊，抱歉，你刚刚是说你杀了我最喜欢的儿童故事作家吗？我知道他不是好人，但是这样能让我变成好人吗？杀了他让我变得更好还是更糟？我不知道，我很努力了，昆汀，我总是很努力的尝试。要是你有什么完美的救赎方式告诉我，我没办法改变你的想法。所以有一个咒语，这里有一个咒语，
可以告诉我该去哪里，让我跟你一起过去。然后我们再施下这个咒语，无论他让我去哪里，我都会去。我会好好待在那里的。让我帮你吧。无论哪里吗？你保证吗？我保证。用尽所有办法替我打开这盒子。就算是你这么做也太鲁莽了吧。我前任总是说，只要打开了那盒子我就会高兴。马哥，你哭过了吗？你为艾略特的事哭过了吗？分我只说一次。要我学你以眼泪治疗伤痛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的悲伤是没办法哭完出来的。因为只要我开始哭了，我的眼泪就停不下来，明白吗？那我就会成为一个没用的人。这个国家还需要一个统治者。要是我因为忙着伤心而做错了什么，我就麻烦了。知道了吗，陛下？我有事要向你报告，很遗憾。皇家羊群唱诗班也不说话了。追悼会上需要他们啊。我们要让谁来唱绝望之咩？马哥陛下，沙丘中会说话的蜥蜴，我只在书上看过。你这蜥蜴就是我的生命。会说话的动物，他们都变得不会说话了。太糟糕了。好了，芬，我要举行一个仪式，地球特有的仪式，孤独入睡。我吃一颗安眠药，大家让我睡到中午，那样就完美了。我还没问过你呢，你是在什么记忆中找到你的门的？我离开家里的那天。就这样，这是你最痛苦的回忆。没错，因为我离开了家，但那是你面对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的时候。很好，那我们就找出你最害怕的事情。我引开敌人让你去到那儿。我知道你只是我记忆的一部分，但是你真的很好人。我只是为我爱的人牺牲。该死的，我明白了。 Q， 我接受你的提议了。把怪兽引到我少年时期的回忆里吧。勇敢的去吧。谢谢，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了。真的发生了吗？50年，发生了。他们应该会从那里过来。我会站在这里，他会向我走过来。你就向他洒雪吧，挺美好的。是啊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，但是我们之间是有可能的。我们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经历过了。谁能像我们一样见证一切呢？我们刚刚感受了半个世纪的情感。也许你现在不是很清醒。不如我们尝试一下吧。那样不会很疯狂吗？怎么不会？我知道你不是。这重要吗？别天真了，这很重要。Q， 拜托。我爱你，但是你必须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我。那也不是真正的你。现在我们都有选择。好吧，我好吧。抱歉，我。你怎么了？你在做什么？ Q， 那只狗。嗨。不好意思。就算训练过了，他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。你养过狗吗？ Q， 你会分心的。不，我。抱歉，我必须。好吧，好了 ，Q， 我要把雪洒在他身上，对吧？你快跑吧，马上跑开，拜托了。不，我们按照计划进行吧，快去。他们来了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他豁出去了。虽然有点疯狂，但你知道的，你知道这是最重要的时刻，但你毁了这一刻。Q， 对不起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我害怕的时候就会逃避。要是我能离开这里 ，Q，
你要知道是你教会我如何变得勇敢的。昆汀 QQ 是我，我是艾略特。好了，别玩了，快走吧。我是艾略特，别说废话，走吧。50年我们见证过了。什么？桃子和李子啊，他妈的，我还活着。艾略特，不成功了吗？希望吧。你搞砸了，我警告过你的。不，等等，别这样。看看你做了什么。爱丽丝，见到你真高兴，我要拿回来了。对不起，你想要耍我？不不，不是的。听，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吗？这是谁？对，计划我们。我们为你抓住爱丽丝了。我们不能告诉你，因为她监视着我们，但我们成功了。对啊，这都是你们的计划吗？为了我策划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没错。还有，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我们想要在你从爱丽丝身上夺回那个之后再让你看。这里写着，这些器官都是积木块，能够拼出一个身体。这是你的身体吗？很好，艾略特还活着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，随时都可以了。我要离开了。我，他不知道我救了你吗？不知道。我还没谢你呢，你让我犹豫了一下，要不是你，艾略特可能就会死。既然那怪物要拼出一个身体，也许我们能想到办法救他。我可以帮忙的，让我留下吧。你救了我，你可以救我50次，但我们的关系不会改变。我爱过你，但你不相信，那就算了。再见，爱丽丝。